主料：豆干200克，青豆50克，藕200克，榨菜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。调味汁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藕、豆干、青豆、榨菜准备好，青豆入锅煮熟，豆干切片，藕切条，和煮熟的青豆放入容器，热锅放入油，放入青豆和藕，加入豆干炒3分钟，加入调味汁、盐、鸡精，炒匀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大火炒5到6分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